一生人最多咪100年，俾到准102年啦。由出世开始，我哋每一日都被呢个世界推进，追赶一大堆好似好清晰，但其实完全唔知有咩意义嘅目标。由牙牙学语开始，我哋已经要被逼参加各种各样嘅兴趣班，尽管佢哋永远冇可能系自己嘅兴趣。去到读书，每日除咗翻学、兴趣班，就系补习、补习同无止境嘅补习。俾你出到嚟做嘢又点？最多咪做一个朝九晚九、一日 O T 嘅上班族，做到甩肺都系要继续顶，鬼叫你穷啊！有个广告讲得好啱啊，翻工系为咗搵两餐，但系就偏偏冇时间食嗰两餐。我哋成世人入边赶头赶命，但系从来都冇一刻停落嚟问下自己，究竟我嘅目标系咩呢？究竟我哋咁赶为乜呢？我姓甚名谁唔重要，喺香港900,000学生之中，我都只不过系一个唔起眼嘅无名小卒，每日都系咁，翻学、放学、补习、食饭、瞓觉，第二朝再重复。究竟系为乜？我都唔知道。我依家已经中午啦，成日都听人讲大限就嚟杀到，因为毕业之后条路都唔知道要点行，人生冇谂过。佢系一片迷雾，唔想谂，唔想面对，等佢嚟到先算啦。依家过第一日咪第一日咯，唯有参加下校友分享日，攞啲灵感，健步行步啦。你问我最想做乜？可能每个男人都是这样，想展现自己最潇洒的一面，而最潇洒的都是莫过于在30,000尺的高空上面穿着一套型格的制服，自由地翱翔。这位是曾浩伦 Samuel， 现在在国泰港龙航空做飞机师，一直都好想成为专业人士，又唔中意一啲常规工作嘅佢，本来想成为一个心理学家，但系又唔够分入读心理学系，于是辗转之下，佢就去咗做飞机师啦。等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啦。好，今日我哋好荣幸咧，可以请到 Samuel 啦，呢个飞机师嚟做我哋一个访问啦。咁我会问佢几个问题。咁首先咧就系，点解你会想成为一个飞机师？其實我一直都好想成為一個專業人士。咁飛機師係一個好非常之專業嘅一個行業啦。咁二來咧就係我唔係太發覺自己唔係太適合做一啲好 regular 嘅嘢嘅，即係譬如我唔係可以好適合做到朝九晚五嘅工作啊，或者坐一個既定嘅地方度做嘢啦。咁發覺原來飛機師俾到好多 flexible 嘅 lifestyle 啊，同埋個好啲嘅工作環境我啦，咁所以我就一直都好想試下做呢個機師啦，試下考唔考到啦。咁飛機上面咧都有好多乘客噶啦，咁你會覺得好咁多條人命喺手上會好大壓力？有，就算得一條我都覺得有壓力嘅。咁壓力份份工都有嘅，譬如你做學生都有壓力啦。咁但係其實飛機師壓力唔在於淨係得啲乘客咯，反而係仲有好多其他，譬如我哋每一年咧，其實要考3至4個試嘅，而呢啲試係續牌嘅試嚟嘅啫，即係好似你哋翻學咁，你哋都要考好多試。咁我哋其實 keep 住成個人生，去到退休年齡65歲，我都要 keep 住考試嘅。咁所以反而呢啲都會造成更加大嘅壓力咯。咁人命方面咁梗係有啦，我哋。有甚至受傷我哋都要 report 俾公司或者 report 俾民航處嘅。咁我哋如果打風嘅時候或者天氣差啊，架機有問題嘅時候咧，就更加大壓力啦。所以其實機師一個
好需要點樣去排解壓力或者 cope with 呢啲壓力嘅一個行業。咁我知道喺航空公司裏面有好多崗位，即係例如地勤啊、空姐啊、空少啊、飛機師咁樣。咁你覺得邊個崗位最重要？其實你可以幻想航空業咧，其實係一個 chain 嚟嘅，由開始到你 book 機票，到你真係飛到去攞埋行李走，成個 flow 咧，每一個都係由唔同嘅 department 去負責嘅。所以其中有一個 department。break down 咗嘅話咧，成個 train 就 break down。咁基本上每一個 department 都好重要，就唔會話有人覺得機師重要啲嘅，地勤冇咁重要。唔會啊，全部人都好重要。因為如果一有問題嘅話咧，乘客就會受到牽連嘅。係。咁飛機就要飛去好多唔同嘅國家噶啦。咁會唔會話學外語係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咧？會。咁英文就一定要噶啦。咁但係我。因為你其實每日翻工咧，你都同唔同國籍、唔同 action 嘅人去溝通去工作。咁其實咁啱我哋平時喺香港嘅聽過美國、英國口音嘅，但係又突然間有個南非嘅、澳洲嘅口音，咁有啲唔同喎。咁其實學英文咧，你有一個良好嘅英文基礎咧，對份工係極之重要。咁因為同埋我哋翻工係一定用英文去溝通嘅。咁所以就喺呢方面學英文啦。首先英文係重要啦。咁假設如果你要做好多大陸嘅航線啦，或者日本嘅航線，有可能你識當地嘅語言都會對你有幫助。咁係即係英文係應該最重要嘅？一定係，因為一個官方嘅 international language 嚟嘅。係。咁仲有就係、是、咁飛機師呢個行業可唔可以就係令到你增廣見聞？會，咁正如你頭先所講啦，我哋去唔同嘅地方啦，見識過好多唔同嘅 culture 啦，咁同埋每一日咧，我都同一個新嘅 culture 去傾偈喎，因為有可能我嘅 partner 係一個Fiji 嚟嘅機師，咁我就會同佢傾下，Fiji 嘅 culture 係點啊？我學識咗啲嘢，我 share 翻香港 culture 俾佢哋啦，咁可能同啲紐西蘭嘅人傾偈，又會 share 到大家唔同嘅 culture。咁所以令到你嘅視野會有啲對一件事嘅睇法咧，都會有唔同。係啦。咁今日好多謝曾生嘅訪問啦，咁係啦，唔該。Thank you。電視劇可能真係美化咗呢個世界啦。現實中嘅機師個個都責任重大，瀟灑得嚟都要帶幾分緊張嘅。看來我真的想得太完美了。那如果可以做一个在台上面尽情释放展现自我的演员，看來都挺潇洒的。相信应该有不少人听过他的名字，他叫汤俊业，个个都叫他做阿迪，风车草剧团创办人之一，著名舞台劇演員梁祖耀的好拍檔，做舞台劇就做到出曬名了。近年他踩過界，涉獵埋音樂創作，又演戲又唱歌，究竟他的演藝之路是怎樣的呢？各位同學大家好，咁喺我身邊的呢一位校友咧，就係湯俊業先生啦。咁佢咧就係舞台劇演員嚟嘅。湯先生你好。你好。咁請問校園生活邊一部分咧係最可以影響到你人生，或者係有啲咩學校經歷係令到你選擇行演員呢條路咧？我諗如喺我以前咧，最影響到我係喺學校做課外活動，尤其是參加社，我係中社嘅，中社好勁噶。咁係我參加課外活動嘅時候，特別係社嘅一啲社制嘅好多樣嘢，嗰陣我哋除咗有陸運會啦。同埋有啲競技比賽之外咧，我諗我喺學校做好多課外活動，我有參加美術學會啦、英文學會啦等等課外活動入邊咧，可以揾到我有可以嘗試到自己其他嘅能力啊，譬如創作啊、畫畫啊，可能要寫嘢同其他人溝通啊、management 啊、manage 人啊，或者 manage 一件事令到佢發生啊，又唔得做到得啊。是讀書的時候參加課外活動可以學到的，我覺得是一些其他的能力來的。
咁就係嗰陣開始令到我打開咗啊，原來我中意做創作喎，原來我中意create 一啲嘢喎，咁就慢慢令到我想去做一樣同 creative 有關嘅工作。嗯，咁有冇參加過學校 drama team 或者係一啲同戲劇有關嘅活動？有啊，嗰陣學校咧未有 drama club 嘅。但是呢就有啲戲劇嘅比賽嘅，嗰陣學校美術學會咧，Miss 趙咧，佢就無啦啦咧就搞咗個美術學會，不如搞一個歷史戲劇人物比賽啊咁樣，咁然後咧就每一班咧都要派一隊出嚟咧，就要做段歷史戲劇人物嘅戲嘅，但係佢哋就要著戲服嘅，即係就要自己做埋個戲服出嚟。咁嗰陣就係我諗我第一次接觸戲劇，大家咩都唔識，就攞個歷史古仔咧中史嘅，然後大家做咗啲衫之後咧，就要排戲，排戲就要係上禮堂比賽，主要係喺梁舊居嘅時候就係呢一個同戲劇有關嘅。但係嗰陣自己好中意睇電影，同埋好中意睇舞台劇，已經開始有去睇舞台劇。阿 D 就到香港演藝學院，佢話喺嗰度學到嘅嘢唔單止係演戲嘅方法。仲有思维的模式，寻找自我的渠道和怎样面对这个世界。他说很享受当中同一班志同道合同样对艺术有热诚的同学摸索的过程。而讲起学院最深刻的事，他说实在有太多可以分享了，所以他揀了一两件事来讲，其中包括他成功通过轮选做到一个他最喜欢的舞台剧角色。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学校呢，我们那阵是有個叫 Monday， 有個叫 Directing Workshop， 咁我就同一個導演嘅同學咧，我哋整咗一套一個戲。我諗嗰陣咧學校因為cut budget 啊，因為有啲事情咧 cut 咗 budget， 咁咧連本身每年搞一次嘅 musical 咧都 cut 埋。咁然後我哋就學校冇得搞，我哋自己搞啊。然後我就同嗰個導演同學咧，我哋就自己揾人寫劇本，我自己寫劇本。他就找人找些 musician 在 music school 被拉一些人过来，然后我们就搞了怪诞城之夜的音乐剧，觉得全世界都没有的，我 Disney 都未有怪诞城之夜的音乐剧。而我就因为我们很喜欢那套，你有没有听过怪诞城之夜这套动画？不知道什么来的 N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 骷髅骨头，是啊是啊是啊，恐怖的，很 cute 的。然后我们就自己寫劇本，然後就找班 musician 埋嚟，自己搞咗嗰個《怪誕城之夜》嗰個戲，做咗45分鐘嘅版本，係好開心嘅，全熱血。但係做完嗰個戲之後，大家覺得其實都得啊，冇乜資源之後都做到 musical 啊咁。我哋仲令到學校重新再開翻 musical 嘅 production team， 咁所以係除咗滿足感之外，有時你估唔到啲嘢你做咗，係原來會有咁好嘅迴響嘅咯。你點樣平時從平時嘅話劇入面抽離你嘅角色同埋你嘅生活中嘅自己？嗱，演員咧其實係咁嘅。平時咧，如果你中意做戲嘅話咧，其實你有任何時候你都觀察緊人嘅。咁其實嗰啲係你平日嘅功課，譬如留意人啊，點樣睇啊，點樣講嘢啊，佢留意佢點樣對答啊，一個人嘅 behavior 佢嘅行為係點啊，已經做緊嘅。而你看書啊，或者留意呢個世界啊，睇住個社會點發展，你已經知道噶。反而休息咧，就其實你講抽離咧，其實一排完戲咧就抽離噶啦。演員大部分演員咧，你經過正常 proper 嘅 training 咧，係你排完戲嗰刻，其實你就已經甩咗個角色噶啦。如果你唔甩嗰啲角色嘅話咧，電影演員可能會，因為電影演員咧，可能 on camera off 咗 camera 之後咧，可能佢要 keep 住嗰個情緒，因為佢一嚟就要係低。舞台劇演員好多時候因為排練咧，排完好多時候都鬆翻出嚟。但係反而你揾啲方法點樣 release 自己嘅 stress 咯 ？stress 就可能會有，譬如做運動啦、跑步啦、踩單車啦、睇書啦、睇電影啦，或者同班 friend gathering 啦，已經可以幫我 release 到我嘅 stress 啦。原来阿 D 当年都有被人找去拍电影，而他的同班同学黄祖蓝都有投身电视和电影界，但是他说自己主修舞台剧，当时刚刚先毕业，所以没想过要去拍电影，
而系想专注翻喺舞台剧方面先。佢话舞台剧同电视电影好唔同，因为表演舞台剧嘅时候同观众距离好远，所以动作要大啲，而电视电影就要顾及一啲细微嘅动作。好，多谢晒你今日接受我哋嘅访问。我自己都唔系一朝一夕入到临床心理学呢一个行业嘅，唔好谂住而家拣呢一科就一定要读嗰科咯。可能生活即系生活逼人，我哋要个关系平等嘅，我哋唔系去帮佢，因为其实我哋唔系真正地帮到佢咯，而系我哋想喺佢生命里